魔之战神二分。战神。好。好意思。我刚有听到一个关键字是有人讲到场地嘛，那我们正巧有一个场地，工商服务一下，就是他在华山那个光华商场正中间一个Mozilla 赞助的活动空间，免费的，大概可以容纳20人。好，但这真的不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。我今天要讲的是Common Voice， 那这是一个 Mozilla 的专案，那跟 AI 有关，它是在做资料的，就是大家可以上来录音收集大家可以上来，然后现在有国语跟台语可以录音，那这个录音的那个语音资料库已经公布在网站上面给大家下载，所以你也可以下载下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这样子。那它是一个语音辨识相关科技的基础建设，那我们需要翻译网站，然后提供很多句子给大家录音，然后需要会台语的人，因为我自己不太会讲，所以我需要就是真的会写台语的人也可以来帮忙这样，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专案。好，那因为这个是就是第48次的时候做的投影片，所以我大概就是上次来参加的时候是一年前的事情了。好，那总之就是这样，这个网站目前已经6年了，有上面大概有50个小时的中文录音跟15个小时的台语录音，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录，然后多多来帮忙。那我们谢谢 Irvin， 如果你不希望以后的语音听起来都说这个男人太狠了，那请你一定要参加这个专案。那好，我们今天的提案就到这边结束。那当然还有很多就是遗珠之憾。